好，我叫安逸。你好，我叫高昂。很高兴认识你。如果我笑了，因为在想你，你总有无数奇怪的问题。如果我哭了，也是因为你，有意无意的远离。错月的流星划过你的眼睛，那是我最寂寞的心情。解开谜底，今天也想见到你，谁也无法代替。希望你同样在意，当爱偷偷靠近。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，请核对后再拨。高昂，几次了？咱们能不能坦诚聊聊？是不是什么问题都要怪到我头上？我不想责备你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现在去喝杯热牛奶，然后上床睡觉。正好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吵架都是特别小的事，真的非常辛苦。无论有多少新鲜感都会消磨殆尽，有很多大吵大闹，觉得他不在身边，然后这些压力都是自己在承受。那不如飞去找他。我们见面吧，我们见面，我们见面吧，见面我们见面吧，我们见面吧。今天也想见到你，不管什么天气，许下的那些心愿等你解开谜底。今天也想见到你，谁也无法代替。希望你同样在意，当爱偷偷靠近。今天也想见到你，不管什么天气，许下的解开谜底。今天也想见到你，谁也无法代替。希望你同样在意，当爱偷偷靠近。有人说，在你的世界里，70%的人只是认识你，4%的人喜欢你，只有0.1%的人